啊！大人，您就像这株松树一样长青不老，万寿无疆啊！岂敢岂敢！借给我一支笔好吗？你要笔干什么？我想要学画。啊，学画？放牛的他也想学画。喂，老老实实的放你的牛去吧。从此以后，马良抓紧一切空余的时间，刻苦地练画，一天也没有间断过。转眼间，一年过去就会有了。你看，小马良，因为你不怕困难，肯用功，所以才给你这支笔，拿去吧。记住你自己说的，专为穷人画画。好的好的。嗯。
画个元宝，我没见过元宝，不会画。嗯，来人呐，拿个元宝来。是。你就照他画吧，啊？你既然有元宝，还画元宝做什么？混蛋！我有元宝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叫你画你就画。我不能画。混蛋！混蛋，混蛋，你胆子可真不小啊！啊，来人呐，把他关到牢里去。走。乡亲们，你们犯了什么罪啊？我们交不起皇粮，他们就把我们给抓来了。再不放我们回去，家里的人都要饿死了。哎，家乡逃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仍旧靠放牛打柴度日。悬赏捉拿马良，该犯深藏怪笔，可把鸟兽画活，现犯劫捞重罪，有告发者重赏。
这时候，农村里发生了大旱灾。说官府还在抓他呢，哎，是吗？官府已经出了告示了，他不顾性命，舍己为人，真是个好样的。是啊，真是好样的。官府为什么？小官府在抓他呢。滚开，滚开！啊，原来你就是劫牢的马良啊！跟我走，你不能抓他，他是好人呢。对，他是好人呢。抓他呀！滚开吧你！谁敢来？就跟他一块儿去坐牢。本官宣判，将马良处以死刑，并将怪笔没收归官。这一下要什么？就可以画什么了。来，你给我画个摇钱树，快点。是。混蛋，来人啊，快把马良带来。听令，杀。慢着慢着，老爷叫带回去。去吧去吧。马良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话，我就免你死罪。
听见没有？好吧，拿笔来。给他。我要你画一座金山，山上全是金子宝贝。啊！我要你画金山，谁叫你画海水来的？你要金山，喏，这就是你的金山。金山，金山，金山，我要到山上去运金子，你给我再画一条大船，快点，快点。好啊。